关心地方大小事，散播在地正能量。大家好，我是侯孟凯，欢迎您收看《希望好所在》，希望好所在。这是一个深度访谈的节目，我们从今年2月开播以来，持续的就是要为大家来找寻我们地方可以深度的来跟大家介绍的一些好朋友们。因为透过这一些来宾的关系，所以说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让他们可以来亲自的现身说法，告诉我们，在地有哪些好玩、好吃、好看、好逛的点点滴滴。我觉得这一件事情非常的难得，很多的好朋友都会持续的在脸书上啦，或说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给我们批评指教，最重点呢也是告诉我们说，孟凯啊，其实你们做这个节目真的是做得很深度，而且呢也希望说你们可以更发掘我们在地更多的力量。所有的观众好朋友，您的这个心声、您的意见、您的看法，我们都收到了。也因此呢，我们持续的会跟我们的制作团队、我们的这个摄影团队，我们共同来努力，就是要把我们最好的节目给告诉大家，给大家介绍。今天一样为您邀请到一个很重量级的来宾，而这个来宾呢，在刚刚节目开始之前，跟他特别的好好的聊了一下，发觉好像这个真的是磁场相近的人哦，就是这个我们就会互相的吸引啊。所以说呢，其实如果说你很喜欢的这样是古色古香的老房子的部分，走到哪边其实你都会很爱屋及乌，你都会非常的去守护爱护这样的一个老房子。因为某些时候我们都知道说老房子其实很有它的一个味道跟特色。来，今天为您节目来邀请到的呢，是我们在淡水重建街上的我们九坎28的这个经营者哦，我们的九哥，我们黄建中。来，九哥啦，吼，还是比较习惯叫九哥，对不对？来，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主持人好。是，那其实也不敢说重量级啦，只是说在街上，我们也刚好这个因缘底下去碰到这间老房子，那也透过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设计公司，那所以在因缘底下，所以就把这间房子把它整理出来。嗯哼，那整理出来以后，就变成现在应该是第四年的开始。那我们也透过一些在跟在地的一些艺术家，那还有左右的邻居非常的重要，给我们的意见，才会有第四年的开始。那慢慢的一楼就变成是商品的部分，对，跟艺术家的作品在做展示展览。那二楼的部分就变成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蛮窝心的咖啡厅，那也有艺术家的作品在上面。是，对。九哥，我先请教打断一下，然后您当初怎么会想说要在这个我们淡水的这个后收宅来想说找一个老房子，然后来把这个艺术家的作品，然后一个温馨的咖啡店给把它给开设起来？讲起来应该是说，在我开立公司的时候，我是台北市大稻埕土生土长的人，是。那因为我不介意台北市现在的氛围，台北市现在你必须在大楼里面24小时的空调，对，你没办法开一个窗户，没办法呼吸外面真正的一个很新鲜、很自然的空气。所以那时候我开公司，第一个当下就是离开台北市。那会最想到的是哪里？其实我有自己在想最近的，那当然是说想到淡水，因为淡水因爸我做囡仔时阵，我走过火车票，我曾经坐过火车，为着买新一的票车票的钱，对，就跑票，所以对淡水这个地方的人文，还有一些巷弄特别有印象，所以就会想在淡水，我会试着想想看，找找看有没有适合的地方开立公司。嗯哼，那第一次就是来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店面，只是一楼啦，都是几乎都是一楼店面要出租，那没办法，我租不起，只好就是在找。所以我来淡水可能
经过了差不多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找，对，从竹林红树林到淡水这边，那终于找到，就是在我们淡水老街中正路的46号的4楼，嗯哼，我就在那边成立的设计公司，就是你一开始的公司设立在这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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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接着就是开始在这边经营的，快差不多，等我搬离淡水的时候，应该差不多10年，嗯哼，公司成立了10年。这一段期间差不多在6、7年的时候，公司也慢慢稳定了。那我自己也本身因缘，我就说我从小在大稻埕长大嘛，所以对老房子非常有情有独钟，就会想说去找一间老房子。那我就跟自己的员工开玩笑，我说我如果有办法，现在让我找到我喜欢的，我一定把它租下来，把它整理好，整理我喜欢的空间，嗯，我要腾出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再加上因为工作的关系，艺术家认识蛮多的，所以我想说，哎，把一些空间也让这些艺术家把他的作品呈现出来。当然就是 free 的，就是没有所谓的收费。嗯，对对对。所以现在的928才会有，有当时的想法，才有今天的928。嗯，对对对。所以是当时的一个动心起念，说想要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您从小到大就很喜欢的一个环境，对对对，然后之后把它给承租下来，也真的是因缘际会。对，哎，都看到那么有味道的一个老房子，而且好像听之前刚您这样讲，是说这个房子要租之前有什么10年的时间没人住。哎，对。他之前的前身最早使用，我去打听的时候是应该是街上，哦，就是重建街的工作坊。嗯，那工作坊他们用的只是大厅的前半段而已，后半段因为，屋顶破漏水嘛，所以他后半段就没用，只有用前厅的工作室。所以那时候的工作室的椅子，嗯，椅子都留下来，但是我也没有丢掉，哦，嗯，现在还在我的28里面，嗯，那这些呢就卖个关子，很多人一定到我那边一进门一定会去拍照留念，嗯哼，我因为我把它这些椅子作为是一个装置艺术，装置艺术，对对对对。嗯，因为对老房子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老房子其实它有它的一个生命力，那对我对老房子有一个情感存在，嗯，那我也蛮注重所谓的这个空间里面原本存有的东西，那如果没有坏，真的不堪使用，你就把它丢掉，嗯，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对，如果可以用，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丢掉？所以很多客人到我那边去，看到很多东西，恍然大悟说：“哇，我整个个啊蛋现鱼啊，再就卖蛋你十条，会使安个做，啊，会使变安个，哎呦哟、哦！”跟他老公或是跟他老婆说：“哎呀，怎么会啊？那那鱼啊，对啊，再会卖蛋对啊、哦？”所以也。有时候听客人这样的反应，我们也会觉得哎，蛮有意义。就是说，我们传达又给客人另一种层面的说，很多东西并不是说你丢掉了买新的，它就一定会比较好，对，比较堪用，对，或是比较漂亮。嗯，我不觉得，对。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也是就好像刚才我们有在谈说，是一种互相学习，对。那我听到客人的建议给我们的，我们也会听进去，那我们也尽量的在做我们自己该做的扮演的角色，包括在街道上的、社区上的，包括在整个人文淡水，那连现在我们的整个在淡水里面，虽然不是在老街，它是拐个弯上个阶梯就到了，嗯哼，但是我们反而在地的人，
比较走到那边反而比较少，比较少，而且甚至都不知道说重建街才是淡水的第一条老街，嗯，它应该是说真正的老街啦，反而是国外的透过一些杂志媒体他们跑来我的店里面的反而比较多，就觉得就是说这一点我就觉得会比较可惜啦，嗯，有些我们在地的就说啊，我没有走过来这里，我住淡水住那么久，不知道这条街怎么那么漂亮，嗯，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就知道是说在刚这个我们九哥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老房子有它的生命力，欸，说来真的奇怪，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你真的看到一个环境，你走到一个这个建筑里面，你就自然而然会觉得是说这个房子好像跟你在呼吸，跟你在互动。对，而且有一些老房子真的做得很不错，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许这个还没有冷气啦，什么没有很发达，所以其实很多老房子的通风是非常好的。哎，说到这一点，现在正值夏天嘛，对，那我们也经过了，今年是第四个夏天哦。那有些客人就说，哎，奇怪，进来你这里为什么你们没有通调，为什么不会热，而且还有一股凉风进来。我说这就是以前人的所谓的我们老一辈的长者的智慧，智慧，他这一个房子他自然就会呼吸。他说这么那么神奇，我说不相信我带你来，我一定会带我亲近一下吼，去徛一下。伊讲哇，啊，这也放一个体椅吼，这哦，伫这会使困到困到超暗时啊去，用够凉啦，用啊就袂热。那因为有些客人就比较年轻辈的，他就说：“哎呀，应该要装冷气。”我说：“装冷气对这个房子来讲是另一种折磨跟伤害。”为什么？因为冷气，你知道，空调就是它瞬间把，这个空气里面的湿度把它干燥嘛。干燥完了以后，它才会有办法把温度降温嘛。所以这个老房子，你忽然间把它急速的干燥，就是我所有的木头的水分，它就把它抽掉嘛。我们下班了以后，我们要关门的时候，我就把它关掉。那是不是它又大量的吸取这个湿气，这样一来一往，反而对这个老房子它的结构还有木头，它是一个折磨跟一个，对对对。所以我在28蛮坚持说，不弄空调。那我觉得你只要上来坐着，当然你一开始可能从底下爬坡上来一定会热，我都说可能你坐着静静的在这边差不多10分钟、5分钟，你一定会觉得这间房子非常非常的亮。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夏天还是有客人都很喜欢，尤其是我的阳台，我的阳台二楼，因为你知道那种山坎，砍那个一点一点风吼，你小班风，它自然而然这个风就蛮凉，就会对流了。对对对，对，它就很舒服。对，所以我不觉得说开空调会比较好啦。其实这嘛不健康哦。我们对对对对，咱就嘛你家己你讲，咱的环保，咱的节能什么吼，咱我也感觉有当时啊。咱家己本身嘛爱做起的，所以讲，我感觉本身对房子的本身，对我们大家来讲，其实这个都有好没有坏的。对 对, 對，是。所以九哥刚其实讲到这样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就说现代人啦，你真的是有点文明病哦。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夏天反而会中暑，夏天反而会这个太冷。为什么？因为你冬底这类冷气房里面流不出汗来，反而会让自己逼出一身毛病了。好，不过换一个角度，我们再回来聊一聊，就说，九哥，如果说像这个喝咖啡啊，或者说这看艺术家的作品，好像我们就一般来讲，问街头巷尾要喝个咖啡就有。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这个观光客，不管是国外、国内的观光客，慕名要到我们九坎二八来？
是九砍二八，在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跟经营理念之下，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嗯，应该来讲，就是说，当然咖啡有各个，它各个的好，对，它的特别的味道，或是特别的。的技术在里面，这个我没有办法去跟各位讲说啊，谁的咖啡是最好，我们的咖啡是最好。当然来我们这边坐着，不管是咖啡也好，茶饮也好，我认为是我们的氛围会胜过于我们自己所有的饮品。那这相互应底下，你可能坐在这个空间里面，你可以非常多的无比的想象空间，那可以想象这个空间以前、未来跟现在。那连包括之前我们的法国驻台的代表也在我们那边哦，他非常喜欢我们有一个我特别安排的椅子哦，他们坐在那里拍照，他们超级爱的，而且那门板都想说要把它搬回去法国。那我二楼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用的几乎都是古董的家具。对。那因为你有共你自己本身也有收藏古董。我自己都有收藏哦。我收藏我也不会藏私啦，我就是说拿出来东西是越用是要越用。不可能说你来收藏起来放在仓库，有一天你把它搬出来奇怪怎么破掉。或是它呼吸啊，像一个有蛀虫加一样，又白蚁加一样，因为你没有用啊，所以说我底下我会常常的做变化。那我相信到我那边的都会很喜欢听我讲故事。那我这边也透露你如果到我二楼去喝咖啡，说实在我不会想去打扰你。对。那你如果没问，我不会主动跟你讲，比如说某一个东西的故事。那我在我二楼的空间，或是一楼的空间，或是那一间房子的故事，非常非常的多。你只要问，我一定回答你。你如果不问，我绝对不会回答你，而且我也不会打扰你。我认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他自己享受的氛围，也不一定说啊，你去啊，咱就啊，塞起啰嗦歪讲吼，这样那样那样，不可能哦，我也不想。所以讲，有一挂人客去，拢讲啊，你这些喏，这要安个藏啊，这些喏，这厝些喏安样个，那我一定会告诉你。如果没有的话，我当然就是你好好的享受那一份咖啡，那我也做我自己做的事情。这样子的，对，九哥，您自己本身是学跟你现在的专业是设计、啊、好像对，听你这样子对老房子很有概念跟研究，不知道人家说你是不是这个文化资产保存的，是在建筑的应该其实我都不是本科系的啦，对，如果这个讲起来可能又要讲得很冗长的一段、简单讲就是说我自己本身可能小时候，可能因爸阮的年代，对，可能因爸是欧洲的挂帅，你就是爱学一技之长，无你就先从样。那时候我都考上复兴美工，以前的复兴美工本来就很不好考，那我们考上的时候很开心，回去就家里人就说你是。这唯独敢会吼，敢会在食饭的咯，而且还要交很多钱。他认为说不需要这个做这件事情，所以活生生的就是把你去别的科系。所以可能在细胞里面就存在有一份对画画美的这些东西，可能就会比较强烈了。不敢说天赋了，就比较强烈对这种东西，那后面才会又跟接触这个设计公司。那设计公司我们又以展览馆跟博物馆业务占的比较多。像红毛城的第一个大展荷兰特展也是我们
公司乘坐的，就在他们开馆没多久，我们就做他们的第一个大展。对，所以我们对这个所谓的布置啊，还有一些东西的修复，那我慢慢修复的部分，我们也在后半段这边也开始，我也有慢慢在涉入这一部分。对，对，其实很多时候，像这种历史建筑或者说这种老房子，很怕的是这个，哎，对不起，也不能讲说很怕，是说，因为你设计到了历史建筑，或者说设计到古迹之后，你可能就受这个文字法保障。那当然，文字法保障是它有它的特殊的地位跟特殊的功用，就是要防止被他人破坏。但是有些时候无形也绑手绑脚，就变成是说在修复的这一块就会变得很困难。所以九哥，您自己在这样子修复这一间这个我们九坎二八的时候，从头到尾，你现在算是已经修复完毕，有这样投入了多少费用跟那个时间？时间来讲，我自己并没有叫我自己当下的工班。为什么？因为你就知道嘛，如果说，欸，你在现场可能就中规中矩，工班就是说哦，对。但你可能也是去吃一下物件，还是去啉一下凉的，回来可能你看到的会傻眼。对，可能该拆无拆，无应该拆，应拆走搬走啊。所以讲，迄阵没有叫我自己的工班进来，反而是我带的设计师。我们在里面就是，慢慢的拆，慢慢的切割，慢慢的分类，慢慢的弄。总共花了差不多将近快四个月的时间哦，对，那隔壁的邻居就说，啊，你是在从现在，哎呦，就是开始慢慢熟，可能我们去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的时候，他才很觉得很奇怪，他就开口问说，啊，你到底是在从现在。那我们就整天就是差搬出去，我到天也没收，还搬多礼拜，因为不会像哦，拆房子或是修房子，就是直接拆了以后，车子再走就再走了，啊，再搬新的进来就走。哦，不是，就搬进搬出，搬进搬出哦。那花的时间差不多将近三四个月。那你说金钱的部分，真的很难去估啦，真的很难衡量啦，很难去估，真的很难去估啦。包括说，好材料这个部分啊，你很多是用现场的部分做去做修补，那会不会比新的来的更省？不会，不一定，对，这不一定呢。你一定，我感觉是一定较贵。因为你还要搁找搁个迄个时间搁个路用，但是修复以后的这个成果，它一定会比，欸，所谓你外来的新的材料做好的，第一个，它来得更稳固，它更不会冲突，所以就是说，它本身就长在这个屋子里面的，对。但它又在这个屋子的某一个地方出现，它不会觉得很突兀。你如果今天外面的一个东西进来，它就会觉得很突兀。对，年代不同啊，什么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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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会的时阵，伊就感觉足奇怪。所以讲很多人到我那边去，他就会说：“哎，欸，奇怪，你们在怎样弄哦？尤其咱去买手机啊，足方便的哦。”我都说哦，你去我遐哦，手机啊摕来随便一摆哦，你翕起来。很有氛围，很有味道，绝对就好看。我这是我敢讲的，因为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专业嘛。因为你在做一个展览馆跟博物馆，很多东西你就是要陈列出来给人家是赏心悦目。是，哇，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我想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在淡水重建街上的九坎二八这样的一个文化，文艺或者是说这个艺术家交流的一个空间跟平台，
的这个负责人、经营人，我们的黄建中，我们的九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其实九哥刚刚这样子一连串听起来，他这样子半个小时的时间哈，好像有点意犹未尽啊。不过呢，最主要就是听到他这样子，怎么样为这个地方，怎么样为这个环境，怎么样为这个我们在地的艺术家来保留一个很好的艺术交流空间，并且让更多的外来的民众，更多的这个国外的观光客都可以到这个现场去静静的感受，也许喝一杯咖啡，也许坐在那边很凉的舒服的不吹冷气的，可以感受到那个历史的氛围跟那个文化的脉络，而且更重点是所有的物品都是修旧如旧啊，哦，都是这个利用利用再利用，真的非常难得。所以说真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在六日不妨也走一趟这个淡水的重建街，我们九坎二八，我相信九哥一定会像是一个最热情的这个老板啊，吼，在那边迎接大家。那我最后我想说，透过这个节目哈，就是第一个当然希望说我们在地淡水，我们整个大淡水这边的所有的民众欢迎到我们九坎二八。那我更期待或是欢迎哈，就是我们大淡水在地的一些艺术工作者，创作者。那你如果不嫌弃九坎二八的话，都随时欢迎到我们九坎二八来谈谈你们的作品，可以做展览。这是我在可以透过这个节目来邀请各位艺术家的一个平台，这样子。好，没有问题。谢谢，感谢各位这礼拜的收看，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谢谢。